掌声气功班由张松兴老师领导学员来表演。来，请出场。他们要表演的是五行健康操。五行健康操是很简易的、容易学的功法，适合各年龄层的，它随时随地都可以做。它可以强壮筋骨，增强气质，增强体力，活动关节，还有增强肺活量。好，请大家来欣赏他们的表演。是五行青菜汤推广中心会提倡每天运动一小时，所有药物服用的健康新观念而设计，简单易学，轻松有进步，每天早晚各一次，健康天天有进步。现在我们就开始来到五行健康操。心情放轻松，两脚已经同宽，两腿屈。嗯。在吗？两大拢在吼。都有。这两大拢在吼。两手慢慢抬起。你在学校？我在哪里工位？1 2 3 4 5 6 7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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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4
要健康，爱
跳，起动操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，换动作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，换动作，每天二度的健康，说你这帮人棒，每天二度的小事。三阳二子开花激活五行正，健康八字三阳二子开花激活五行正，健康说健康二十三，健康要健康不大，二路要健康，来跳要起健康操，来天二路要小吃，所有药物只有大，每天早晚各一次，健康要坚持起步。吸，呼。好，谢谢张松欣老师和同学带来的五行健康操，谢谢你们，然后。